戒法戒体要义，行抄卷十六。各位法师、沙弥居士，大家早安。请翻开绘本卷66页。66页。那我们呢？上次讲到啊、哦，这个我们发起这个戒体啊，咱修改啊，要得这个戒体。那你发起这个戒体呢，所缘境呢，这个境啊，啊，你通三世。为什么是通三世呢？啊，就是因为啊，比如说像呢，你对冤家，那你呢，这个。冤家呢？那你这个呢，也要把它，啊，这个鞭尸，所以对过去是过去的那个境界啊，也会具有妨碍啊。所以这里呢，会有比较啊那个啊过去的境界，你也会想把它鞭尸啊，细皮的人啊，你还是对他很冤仇。对现在的人啊，或是他生下来的儿子。也会变成你的冤仇了，所以你所缘的境界，我不杀生，是对过去的境界、现在的境界啊，未来他的儿子，通通不杀，通通不再结这个冤了，啊，所以缘三世而发戒，现在就引证了，看66页，啊，诚实论就问啊，诚论问，诚论就指诚实论啊，他就问了，为但与现在得律矣。从三世众生得耶，他就问说啊，那你得到这个戒体啊，是呢，但是呢，只是在这个现在的境界得到你的戒体，得到你的律仪，律仪就是你呢持这个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，你只是对现在的境界吗？啊，还是呢，或者是呢，从三世的众生得到呢？过去的众生，你是不是也不杀呢？他已经死掉了，你是不是要把他坟墓来挖出来呢？打一打，杀一杀，啊、哦，他未来的孩子生下来了，你是不是也想杀？啊、哦，所以呢，你呢，这个或者是从三世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众生的境界呢，你得到律仪呢，是现在呢，还是呢，包括过去、未来呢？回答是呢，三世众生所得。所以诚实论讲的也是一样啊，是呢，你对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众生，你都要持这个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的戒。我们说呢，譬如说淫戒啊，淫戒死去的女人，好，那男众呢，死去的女人，你还对她犯不敬恨，一样犯众戒，她已经死去了啊。那所以这些呢，仇家也是一样，贪爱的人也是一样。啊、哦，然后你恨的人也是这样，啊，他下面又讲了，那这是如人供养过去所尊，亦有福德，律以义耳。我们做坏事是这样子，啊，杀盗淫妄啊，你做好事也是这样，做好事呢，你供养过去的尊敬的人，那也是有福报的、啊，所以律以也是这样，律以呢。我们呢，摄持呢，我们呢，身口意不要犯恶啊，要止恶啊。你要止恶也是一样，你要修善也是一样。你要修善，你看呢，这个我们说啊，你呢观想呢，供养呢，三世一切诸佛。啊、哦，这个佛没有现前的时候，你供养佛，哦，已经过去了，那这样呢，还是有得到福报啊。啊、哦，你那个心很虔诚呢。还是得到无量无边的福报，他已经过去了，啊，
你说呢？拜有些像以前过去呢，拜一些迦叶的塔、啊，已经过去世的佛啊，佛塔、啊，那也是得到很大的福报啊。他不是现在的佛啦啊。那所以啊，那个做好事修善也是这样，做坏事也是对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也是这样。你说未来也是一样啊啊，我们拜啊啊未来的佛啊，我们观想未来的佛。啊、哦，或是弥勒尊佛啊，那这个也是得到很大的福报啊。贤解千佛啊，那也是一样啊，我们会得到很大的福报啊、哦。就是呢，我们还是有这个心啊。哦、那你呢，做坏事也是这样，你对未来的，那你要做啊、哦，那也是一样，得到很大的那个罪业啊、哦。好，所以这个呢，发的戒体呢，啊、哦，发的戒体呢是通。所言的境是通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境界，啊，你都要来持守这个律仪。再看，啊，那这个丑三啊，这个发戒，第三个发戒，那你发出这个戒体啊，你会当得到这个戒体啊，你是有五戒、菩萨戒，那你发出这个戒体呢，是怎么样发出来的呢？是现在相续心中的得到这个戒体，是你阵啊来修改阵啊，当下现前啊，念念不忘不忘啊，我要修改这念心啊，相续的心嘛、啊，安尼发出这个戒体，他就问了，看自己三发戒者问，与上能远何异啊？啊？前面呢，啊，前面呢那个，啊，前面那个字句有没有讲哈、哦？稍微讲一下哈、哦，字句呢漏讲了。字句呢，它前面那个引证呐、啊，啊，引证中论文标问，前面讲的是诚实论，它标问是为了破多宗，破萨婆多宗。你看最后一行啊，看66页最后一行。引福商集师破多宗呢，他讲比云多宗是所缘的境，只有现在一念。那比论曰：别解脱戒啊，别脱呢，一生起来发戒，是现在一念当中得啊，那只是缘现在所缘的境而已啊。那诚实论认为是呢，是三世的啊，所以呢，回答当中呢啊，这字句又讲啊，答中出句正答。所就是所指所得的境界是三世的境界，如下举例，譬如说他供养佛、哦、也是过去的佛，也是得到福报，所以且曰过去，那未来也是这样、哦、好，再看呢旁边发戒，那现在相续中得呢，得到戒体呢，字句解释了，三发戒者问，与上面能远何异呢？上面能远的心呢，它能远呢，也是现在相续中的远啊。你当下相续中呢，缘念呢，我要去受戒啊，啊，阿弥陀佛公发出戒体也是相续心中得，啊，这两个不是同款啊？你看这个65页第一行啊，65页第一行不是能远的心也是现在相续心中缘念吗？65页第一行是不是能缘的心也是现在相续中缘吗？再翻过来，66页发戒也是一样，现在相续心中得吗？那、啊、这两个不是相同吗？有什么不同呢？啊、哦，就问了，回答，啊、哦，看字迹，说前世能缘心啊，此即所发戒，前面指的是能缘的心呢、啊，那这里呢？即指所发出来的戒体啊，所发的戒就是所发出来的戒体啊，有比受体无可表示，还曰能远以彰所发。这两个看起来是一样，没有错，其实就是没有错。那为什么你现在又讲所发的戒体呢？你刚才是能远心呢、啊？因为啊，有比受体，因为由呢求戒者呢，他要得到这个无作。他求戒者呢，
他来受戒，得到无作的戒体啊，是无可表示的。你很难表示嘛？你说戒体在哪？你五戒、菩萨戒在哪？你的具足戒在哪里呢？看不到吧？所以啊，还约能远以彰所发，所以还必须呢，来约啊，从这个角度，从你能远的心呢，来彰显你所发出来的戒体。你现在的心是什么心？我现在的心，我想要得到菩萨戒。哦，这样你已经得到了菩萨戒。我现在的心，我要得到比丘戒，我要成为一个比丘，比丘尼。你的心，当下那个心是要成为比丘，比丘尼。三番结抹以后，好，说你是比丘了。那你是比丘，比丘，比丘那个戒体在哪里呢？很难指出来嘛，你不可说在我的心脏啊，在我脑袋瓜啊，不可以啊，不能这样子讲啊。那在哪里呢？我们就约你那时候来求戒那个心啊、哦，那时候现在那个相续的心来彰显。所以这两个为什么会相同，就是指呢有啊、哦、这个能源呢来显现这个所缘的啊、哦。好，那下面要讲啊。又前二作戒，后二无作。又前面两种啊，是说明作戒体。前面两种是能源的心跟所缘的境。能源的心，那这个是呢，你要生礼拜、口请示啊、意观想啊，观想呢，这个三世一切的这些呢，这个是有情无情的境界，你都要不杀生、不偷盗、止恶修善啊。那这是作戒体，你在观想，你在礼拜，你在嘴巴在讲。这是作戒体，前面两种能远心跟所缘境。现在呢，讲第三跟第四，第三是发戒，第四是防非。这后面两个呢，是说明无作戒体，所以又不一样了。所以前面能远的心虽然是现在相续中，可是讲的是作戒体。那我现在讲的发戒是呢，讲的是无作戒体。也是心呐、啊，我做这里也是心呐、啊，可是我讲的是比较微细的啦。又三局受体，四若随行。第三个呢，发戒呢是局限呢受戒的无作戒体。我现在讲的发戒是指无作戒体啊。那第四个防非是落在呢随行的无作了啊。所以这个是有点不一样啊，也有相同，也不大相同的。好，再看第四六十七页。防非者，但防过去未来非，现在无非可防。那这个要防止这个垢非啊，啊，或是过非啊，啊，或是呢非法啊，啊，或是呢罪恶啊，这个非就是指。非法啦，罪恶啦，啊，这个得到的戒体呢，只是防止过去跟未来的罪恶跟过失。现在这一念没有过失跟罪恶可以防止，为什么呢？啊，这个呢，下面会解释啊。我们看字句解释。第四个名防非啊，防止这个非法罪恶啊，或是过非。初闻啊，现在无非，为什么呢？此曰对治心行，以论三世。那这里为什么讲说现在一念呢没有这个罪恶过失可以防止呢？这是曰啊，对治的心行，哎，对治我们的心的行为啊，来讲，来说明呢，来讨论啊。来呢论这个呢过去现在未来啊、哦、因为啊防是预你啊，防止是预先比你啊，啊我不知我以防啊，啊卖去这上面拍奶机啊，我以防上面会不令起飞，不要令他升起这个过飞罪恶啊，那你能够啊对治现前的一念啊，那这样就能够防止未非，则防未非，则防止未来的过非了，未来的呢那个罪非了啊，未来的呢那个恶非了啊。那你如果才思正念，
才失掉现前的一念心啊，那就落入呢过去的罪恶了。现前念念千灭嘛，咱一念一念安尼过。好、哦，现在来听经闻法是正念呐、啊。啊，等一下呢，啊，等一下呢，要去染这些呢，或是呢，到外面去呢，啊，这些染这些呢，杂耍啦、嬉笑啦，或是一些呢啊不当的行为的时候，那这样就落入呢这个念头，想要去做，就失去正念了，就落入呢过去的那个非法了。故知现在一念呐、啊，没有呢防疫，就没有预先防止的意思了，啊，现在马上就过去了，所以你要防呢，是防止呢，啊，过去跟未来，哎，我念头不错了，对不对？马上啊，刚才念头不对了，啊，马上，你说刚才念头不对了，那是过去的罪恶了，啊，那你未来呢？啊？我本来等啊，打算等一下要去做什么事情啊？不行不行，那个呢是呢违法的事情，那个是犯戒的是行为。那这样呢，未来你不要做了。所以你那个正念提起来的时候，守戒持戒有正念，那你就是对治现在的一念了啊。那所以啊，这个你现在升起这个一念的时候呢？所谓对治现在一念，其实是现在一念的正念起来的时候，是对治过去的跟未来的。所以你当下那个现前一念呢，你知道的时候没有过非啊。啊，如果当下那一念有过失的时候，就变成呢过去了，就变成非了。啊，那你也没有防止啊，你就变成罪恶了。比如说我现在都知道在想呢，作奸犯科的事情。啊，那你没有预先防止他，啊，没有预先防止他，所以你这现在的念头都是作奸犯科，你没有预先防止他，那就去造恶啦。如果你有说要防止他，那现在这一念你说要防止他，要防止他，现在这一念就没有罪恶了嘛，因为你已经升起正念了嘛，这升起正念说我要现在要防止他，那所以可见现在这一念没有非可言。没有过失可言，有过失都是过去的、未来的，你没有正念嘛？啊，那这个呢？所以我们说呢，修行呢，正念很重要啊，正念要常常来提起来啊。好，再问啊，隐恶是妨碍啊，毛衣呢续烂问，问说整比尼呀、啊，整以起。戒防未起，何得言断过去非耶？比尼，那这个是呢指这个出家众的七灭真法。七灭真法，这戒律里面呢，出家众的戒律里面有谈到啊，可以整灭，灭整啊，就是灭消灭，消灭已经生起来的过失、罪恶、争端。七灭真法、啊、是在呢解决僧团里面的斗争啊，或是呢意见不合的事情呢，啊，那戒律有规定要怎么样来解决，那已经呢可以灭掉了已经生起来的罪恶，已经生起来罪恶也就是算是过去了，啊，若就呢戒律来看，戒防未起，戒律呢只是但呢防止未来生起来的。那这两者就矛盾了，这两者就矛盾了，因为戒律是防止未来升起来，对不对？预先防范。那你呢？刚才说可以防止未来的，所以这两个反矛盾了。所以何得言断过去非耶？他就问难了，为何呢？可以说啊，可以断除呢？断就断除过去的。非法事情呢？啊，你呢七灭真法当然呢也是预先防范，你未来如果僧团有纷争啊、意见不合、斗乱呐、啊，那你应该要怎么样用什么方法去处理它？啊，那如果过去当然也有呢，发生呢僧团的一些斗乱呐、啊，那用
这些七昧真法来把它灭掉，啊、哦。那可是呢，现在变成戒律的时候，它是防范未来啊，防范未来。未来呢，啊、如果有人呢，啊、这个意见不合，那你要把他找来对质，那你要呢，你投票表决，那你要呢，质问他啊，你要审问他啊，你要呢，让他呢，说出他的罪相等等，这些呢，也是未来的方法。你怎么说是防范断除过去的非法呢？我们看字句解释：是妨碍当中出问者啊，说耶稣标引如喜所传。啊，节目书他的解释说，如过去所传呢，那则知古来啊相承此语，古来呢都呢有呢讲到这种话，古来呢，有讲到这种话。那比尼呢是指啊七昧真法，比丘戒里面的七昧真法，前因是因为僧团里面有斗争产生起来了，那用这个方法来灭掉。人以其也，那以其就指过去。那根据这样来看呢，只可演戒但防未来，戒律是指防未来的。你现在先学到七灭真法了，以后发生斗争了，你就用这样方法去灭掉，那这是未来的事情啊。那为什么你说可以兼过去呢？那这样不是呢相违背吗？所以故须解破，所以呢应该要把它呢啊这个呢决议呢啊。破除这个疑问了 决断破除这个疑问。回答：境虽过去，非过去。这个境界虽然过去了，比如说冤家的境界，冤家的境界虽然过去了，但是啊，非过去。但是这个非法的事情啊，罪恶的事情呢，仍然可以做。并非已经过去了，未来仍会再发生，所以啊，故呢，犹是戒防未起非，故呢，这个戒律呢，还是人事啊，戒律是在防止未来呢升起的一些呢非法罪恶之事啊。我们看字句解释，他前面呢就举例了，回答当中解释啊，初闻境虽过去了。比如说你冤家死了，刚才我们举例嘛，你冤家已经死了，这个冤恨的境界已经过去了，但是呢非过去，非就是你要再造作罪恶呢还是可以的，你把它呢鞭尸了啊，斩截是存也，你把它在坟墓呢再把它挖出来，再把它斩截杀一杀剁一剁，你还是杀人了。我们说大淫戒也是这样啊，这个人已经死了，那你把他再对死人呢啊，对女众男对女众呢死人也是一样啊，啊你再把他犯不敬恨，那这样也是呢啊也是呢非法罪恶啊，所以这种事情还是仍然可以发生的，所以非过去并非过去，非虽不往啊，那这个非法的事情啊，罪恶的事情，过非的事情啊，虽然没有消失，还是仍然可以存在，但是啊，妄今境界，对妄啊，今天受了境界，我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禁之不生，禁止以后不要再来产生造作这种罪恶了，还成未起，那还是成就呢，防范未来呢，升起这个罪恶。所以故于约呢，由是等，所以戒律还是防范未来啊，啊、哦，那由是如云呢，孩童也，翻过来68。那这个解释呢，是呢顺承古解，戒律呢是防范未起之意啊，啊，戒律是防范未来的事情啊，那这样就还没有解释到说，你刚才为什么说戒律可以断除过去的罪恶呢？你这个回答只回答一部分嘛，你只回答说戒律呢防范未来而已啊，他刚才问你说你
你刚才说借力可以防范过去啊，可以把过去的非法把它来断除啊，你还没有回答，所以下面他又解。又解云，第一个，如果你专精不犯戒，那这样戒律是防范未来升起的罪恶过非呢，你都不犯，所以你已经防范了，所以戒律是防范你未来的，没有错。第二个，戒律也可以防范消灭过去的罪恶，因为啊，第二个犯已能悔，因为你如果犯了戒，你升起呢，啊，我的念头错了，我去造做这些错误的事情啊，后悔的事情啊，那呢，犯已能悔，你呢，虽然造了犯戒了，可是你能够忏悔啊，还令戒净，那这样忏悔清净，还令呢你的呢？那个戒律呢，还是呢持守清净，这就是等于啊，即除以起非，就是呢能够断除了、已经升起过去的非法罪恶之事啊。所以其他的就如呢戒本书解释。所以呢，我们讲呢，戒律可以防止过去跟未来啊。过去就指呢，我们呢要忏悔，那来忏悔啊，过去呢啊。咱买当忏悔，咱乞改啊，咱修改了，乞改了，那我们会反省忏悔过去的罪恶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你当下就是正念了。那你当下正念，你以后就不想再去造作罪恶了。那所以你对未来的罪恶你也防范了啊。所以戒律呢，在防范过去跟未来，意思是这样子啊。好看日记解释。次世即约犯忏，就是约呢犯罪的忏悔。明戒一通两防，说明啊戒也是通两种防止，就是过去跟未来。那反破古传自己，那这反而呢破除呢古代呢传下来的局限，传下来的局限就认为戒律只是防范未来啊，啊对未来才有防范啊。耶稣云，杰摩书讲说，习解比尼处于其者具其比尼啊。过去解释这个比尼处于其者这句话，是根据这个七比尼，就是七灭真法戒律里面的比丘戒七灭真法来讲。那戒律防范未来升起的过非呢，是认为啊为坛场受体，坛场就是我们在受戒的时候啊，求戒者入这个坛场戒坛，那受戒得到戒体，啊，得到戒体以后，你再发愿啊，断恶修善度众生，未来不要再做了，啊，我要当一个真正的佛弟子啊，五戒八戒啊，那比丘具足戒，那所以啊，就是防范未来的，那这是局限论了。今解比尼一除一位，现在解释啊。这个戒律啊，比尼也是呢，能够除去已经升起来的，还有未来升起来的。如是真对处，是真以起呀、啊。比如说是真法，啊、哦、是真法。这个在比丘戒有讲到，啊、哦、言真、密真、犯真、是真。那这种怎么样呢？把它除去，相对除去呢？那这个方法呢，是真以起，是呢消除啊已经升起来的争论了、啊。僧传里面呢发生了争论了，有些人说你犯戒，他说没有犯；有些人说他犯重，有些人说他犯轻；有些人说要这样结抹，有些人说要那样结抹，就产生斗争了。那怎么样解决呢？那这在戒律有规定。那这样呢是消除已经升起来的争论啊、哦，那。这个已经生起来的争论是过去，对不对？戒律可以把它消除。那未来呢？它也可以消除。为什么呢？明观正断，应起不起。为什么说未来你七灭真法也是可以把它消除呢？因为啊，你如果事先啊明观正断，能够明明白白的观照正确啊。正确的方法了断生死，让这种争论啊
应起而不起，那这样就断绝未来的过非了。你现在了解七昧真法了，对不对？了解戒律了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了解戒律了，那你能够事先呢明白的观照这件事情应该要怎样解决，不要有争论。哎，大家会呢有意见啊，是犯不犯呢？那我们就事先呢啊，要把戒律呢先学习好。那我们事先呢啊，这件事情呢，我们事先呢不要乱做决定啊，我们呢先大家讨论，讨论以后先投票表决，不要等到事情呢分成两派了以后斗争了，才要用呢如草覆地，才要用呢其他的方法，不要。我们事先就大家先沟通啊，有什么意见呢？啊，有什么意见呢？好，先呢，好，那么不然的话，我们投票表决啊，大家尊重啊，哦，那这样都没有争端了，不要分成两派，不要斗争了。所以你事先能够关照这件事情呢，应该要怎么样明白的了断这个生事啊，让呢斗争不会起来，那这样不是预先预防吗？啊，所以呢，即断绝了未来的这种非法的或是罪恶了，或是争端了啊。所以戒律是两凡呢一同超解，那这个解释啊就跟行识超呢啊前面讲的一样了啊。余下呢指戒书，指戒本书，文见业书啊，文呢出这个业书。那比又出这个多宗侍卫，这个结摩书呢他又出呢又说出啊，这个多宗就指萨婆多论，萨婆多论有四位啊，萨婆多论它四种呢分法呢不大一样，四位，那下面是冒号不是逗号啊，四位冒号，第一个能远举一念，第二个所缘为现在，第三个发界意一念，第四个防非通过位。他这四位呢萨婆多论的四位不大一样啊，他能远的啊，这个能远的心，他是局限在这一念，我们是呢相续的一念，相续的念念啊。那所缘为现在，我们所缘是通三世，那发界呢是一念，那我们发界是呢这个相续的现，相续的念，现在相续的念啊，不是一念。那防非通过位，那这个是两个是一样的啊，这个呢这是比较呢这萨婆多论的啊。好，再看子三别解，然者缘尽三世得罪现在。那现在呢我们讲啊，然者缘尽三世，我们前面讲呢虽然啊你心所缘呢的境界是通三世，不要去造恶，你心所缘啊对过去现在未来的境界啊，我不要杀人，过去死掉的人我也不要杀了，现在的人我也不杀，未来的儿子他的儿子我也不杀，你呢心所缘的境界是通三世，不要去造恶。但是啊如果你去造恶呢，但是呢得罪局仍然局限在，但是你在戒恨上啊你犯戒啊得罪啊仍然局限在过位二境，过去未来这两种境界啊，唯独呢可以起心而已，唯可起心啊，唯独可以起心而已，说眼三世发也，唯独可以起这个心念而已啊，依照这样能远的心啊来说明三世发出这个戒体。你在发出这个戒体的时候，我要修改的时候呢，我是这样想啊，过去现在未来的众生啊，我都不杀心不偷盗啊，你这样想而已啊，你要去造恶啊，是现在对现在的境界才可以造恶啊，现在的境界你才可以造恶啊。所以现在境界啊，啊，现在这人看到啊，这人一个陷阱啊，不关系啊，哇，
这个人已经现前这个境界了，我才有办法造恶。这个人没有现前境界出现，我也没办法去造恶了啊。所以得罪是局限在。再看69页，所以啊，若具得戒，唯在现在一念啊。你犯戒也是对现在的境界，那你要得戒也是现在这一念相续心中得啊，一样的道理。咱要犯戒嘛是现在境界，咱要得戒嘛是现在这念心念念相续的得到这个戒体啊。但是呢，你要修戒的时候，你的心会当呢观想，会当能远呢三世就是了。我们看字迹，所以这个角度说法不大一样，你要了解啊。别简当中初科前简所缘，前面的简别呢所缘的是通三世啊。我们呢对于呢不杀生不偷盗所缘的是通三世，得罪是局限在者，是指啊随中持犯，指随行当中的持犯的行为。必对实境过，必须呢要面对呢现前的实实在在的境界，你才有办法去犯戒嘛，你才有办法去持戒嘛，啊，实实在在的境界持犯啊。过未为起心者，因为啊境非对前，因为境界非并非相对现在现前呐、啊，并非现前，只可以呢心缘故。只可以以心呢来圆念的缘故，说言者显非皆实故啊、哦，就是这样说，就是这样说，并不是实实在在的有这种境界了。若下就是若具得戒呢，是呢简所发的戒体。为什么是局现在一念呢？一念者是局三法境一刹那时，三法境下面那个逗号把它去掉啊。哦，一念者就是局限呢三番结魔，或是说三皈依法，局三法三皈依法，三皈依法完毕的时候，那一刹那的时候你得到戒体，三皈依或是呢三番结魔的时候，那一刹那你得到戒体。以前明远近通三世，那个圆近中间那个逗号去掉啊。以前面呢说明啊，圆净，圆净就是呢攀缘所缘啊、哦，观想境界呢，你所观想的境界是通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啊、哦，你攀缘，你心里呢啊、哦，要断恶修善度众生，你心里观想的攀缘的境界呢是过去现在的未来的所有的众生，我通通止恶修善，我通通要利益他们。你观想你圆念的是境界是通三世的，所以发戒通相续，你发出来的戒体呢是呢通相续那一念，你念念的不忘。你在受戒的时候你没有入定啊，你也没有睡觉啊，你是念念相续的，在那边呢哦观想啊，在那边的自诚恳切呢跪在呢三师面前啊。所以此须从简啊，局势分歧，这里呢必须再重新再简别啊、哦，来局的局部呢，来稍微呢来解释呢他们不同的地方，分歧就不同的地方。意思是说，咱若要造恶啊，对现前的境界，咱来当去造恶；咱若要修戒啊，要持戒啊。嘛是呢，现前这念心呢，对到呢啊、哦，三书得到这个解体，嘛是呢，咱现前的呢啊、哦，对到这个境界啊，去持戒啊。但是你要修戒的时候呢，你会当观想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三世啊、哦。但是到你日常的生活当中啊，你都要对这个现前的境界呢，来呢持戒，啊，无呢就犯戒啊，啊，唔是讲过去甲未来啦，啊，所以这两个就阁无啥共啊。啊，咱即马讲的是啥物货？咱即马讲的是
你要受戒，迄当瞬的戒体安那得着？迄当瞬的戒体，你会当观想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。那时候你可以观想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在受戒的时候。但是等你受完戒的时候，你的那个持犯呐、啊，你就是只对现在的境界了。啊，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讲说啊，要对当下的境界呢，要注意关照啊，不要胡思乱想啊。当下的境界呢，你要了解啊，啊，那呢，就是呢，当下的境界呢，你不要迷惑了，啊，不要迷惑了，啊，你那个一念心要提起来啊，啊，好，引证，下面看丑恶，陈论云，慈悲布施是亦有福。陈慈论讲，咱慈悲布施呀，咱会当得到足济福报。那戒亦可，戒律上也是可以这样，为什么呢？以通三世，皆与乐意。那这个两个都句号应该不对啊，应该戒亦可是逗号啊，戒亦可是逗号，戒律上也是可以这样啊，因为啊，你通三世的境界啊，你都要。断恶修善，利益他们，给他们快乐。你对所有的有情无情的众生境界，过去的境界、现在的境界、未来的境界，你都要对他们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，你都要让他们快乐，让他们得到利益。所以戒律也是通三世，你也是有福报的。又讲，又云呢，慈功备物，但通现在。过位以谢，又讲啊，你呢慈悲布施啊，功德呢利济万物，但是只通现在。你要慈悲布施啊，你是不是呢？现前的众生，你才会当得到你的安慰啊。你的布施慈悲啊，你对现前的众生啊，我们呢送衣服。拿饮食啊、医药、卧具啊、金钱啊，来帮助救济他，只是通现在而已啊。那过去跟未来已经谢了啊，你说他已经死掉了，你怎么去呢？布施救济他啊，他得不到了啊。那未来的还没有、来啊，所以你慈悲呢，只是对现在。但是戒律上就不一样了，戒者不尔。邀心普周，你邀起的心呢，要普遍周济呢三世。你要记住呢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所有一切友情呢，你要呢不杀生、不偷盗。啊，若做偏举，一向不合。你如果做这个呢偏狭的局限，那就呢一向呢不合呢受戒的道理。你袂使修改是讲啊。我只对呢我们台湾的人啊，不杀生啊，我只对男人不杀生，我对女人我不一定啊，你不可以这样，我只对人，我对一切众生，或是我偷盗，我只不偷人的啊，如果其他那我都偷啊，不可以这样，你要普遍一切有情无情的，所有的有情都包括。只是有轻重罪而已啊，所以故多论引，所以萨婆多论讲，以恶心随戒有增减故。你如果恶心随戒啊，那这样就有增减的故啊。为什么这样子讲呢？有增减啊，比如说那个，那你只对现在的众生，你才不杀生。那你如果死掉了，那个人死掉了。那你的戒不是少了吗？现在的众生，我现在要受戒的时候，现在的众生，台湾的众生，现在哦，那等到现在的众生，比如说好1300万，那1300万呢，你受完戒就下去了，对不对？1300万慢慢死掉了，你的戒是不是慢慢少了？因为只对现在啊，那你这样
恶心随戒呢，就戒有增减了，啊，那未来是不是还要增加？那现在的戒就少了，啊，那这样就不对了。应该是原来在受戒的时候叫遍远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而且呢是一切众生，啊，那下面会再讲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下课。